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波啊。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，赶快是阿波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来服务。住宅方面的问题，这部分的工课不清楚、不了解，来6338601 6338601。老师，拄啊，迄个菜价水蜜桃的问题还需要补充吗？哈，要要，还没有讲完哈，不好意思，拄啊无注意到这个时间哈，拄则咧讲到这个水蜜桃哈，第17号哈，等于做丁，所以差不多在将近成熟迄个时阵开来用，粒头大概差不多啊哈，啊杯子啊结几遍啊，来提高伊的这个程度哈。大家看啊，咱咧用就是讲先安尼讲吼，就是讲前期哦，前期呢头前这个时阵哈，头前这个时阵，咱伫幼果这段期间哦，是用这个23号，这袂影响到伊的大哈啊，甚至到大。中国这个时阵，咱用12号吼，啊，过来到尾期，吼，尾期特别办进前呢，啊，咱大概差不多啊，吼，大果期咱用17号做顶，吼，啊，伊个顶多啦，还是讲伊个一个这个顶多吼，各方面呢，主要是吸水吼，这油开起来吼，啊，咱也是讲到底以。中国以后吼，中国这个中间呢，可能就会当配合吼，这个转色3号吼，因为这个啊水蜜桃足重视迄个色吼，伊唔免讲足红的，伊就是安尼粉粉吼，有点啊粉红粉红吼，迄差别就足大。所以你差不多中国迄个期间吼，你用12号转色3号，12号转色3号，因为转色3号，咱咧控制这转色3号，实际上伊是一个这个伫颜色上，特别是红色的这个表现，给较好咱的设计的是要让伊的红色更艳丽了哈。啊，这个目的是伫这个所在，所以你也当安尼来改这操作哈。啊，所以这伫这来当好难。好，比如呢，啊，伫这个使用上，你大概是安尼去。啊，去改做一个这规范吼，啊，那是各有无清楚的这所在呢，啊，随时会当和咱来改做联络吼，啊，相信呢，啊，你也是讲会当照这个顺序咧行吼，啊，就较无足大一个这问题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这是例外啦吼，例如讲有当时啊拄到雨季吼，落雨的时阵呢，你唔是干那喷叶边吼，平常还唔是讲叶边做涂骹吼，涂骹。咱一定一分地6公斤的一个这氯化钾吼，去改做一个补充啊，卖好迄个钾离子过多的这個流失吼，而且对水蜜桃的一个啊坐果率，还是讲对伊的甜度品质呢，拢有足大一个帮助吼。有诶讲安尼，你唔知猎头会做细粒的未吼？不会哈、哦，你放心，这個、效果上呢会变得非常好，而且伊的叶啊吼。啊，伊卖即个真硬实啦吼，就是讲啊、基本上伊个表现了叫做较无迄个病害吼啊，所以啊抗性各方面拢会继续好诶吼、啊，所以即爱少注意者吼，即、有当时啊，因为咱拄则一直咧强调讲伊食吼，即、需求量足大诶吼啊，即、就是伊个即原因在伫遮啊，那是伊个落雨，因为咱种伫山坡地，伊会流失吼、啊，容易流失掉啊，流失掉咱可能得爱小改做一个即个补充吼、啊，稍微给他啊即、這个补充吼，补、啊、充者即物件咧，安尼起来啊，效果上就会好一点点吼、啊，所以伫遮互你小做一个参考啊。嗯好，来6338601，老师继续来看哈、哦，这个嘉玉的问题。嘉玉就讲哈，伊种的是油露哦，油露。阿、啊、姨有一个橡皮，他说温室栽培啊是有简谱认证啊，有哈、哦、有种一个。老师，那个音量我知道。来，他说有一些是自己种的。哎、欸，想要请问老师哈，为什么别人的地头哈，别人种油露呢？地头拢较长，吸水嘛较红。哎、啊，家己种的地头果较短，啊，而且呢红袂透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有薄基素，还是讲吼灯性，还是讲坐果剂哦有关系？因为伊家己种拢无用这物件，啊，是不是安尼呢？卖相会比较好。包括吼有用甲无用，有啥物优点甲欠点？嗯，伊讲即个左边是别人下，郑秋明是家己下吼，所以即含你的想法都啊好多变吼，即你可能。我相信你应该是无去转啥物矮化剂啊，啥物吼，但是真歹势吼，可能你的一个即、這个
伫宅啊时阵，还是讲你灌什么物件哈？啊，灌什么物件呢？所以迄个部分哈，就较容易有一个可能你用的哈，就是会用的呢。啊，是不是有这矮化剂哈？当然，比如讲你伫屏东啦哈，伫屏东咧种，屏东种玉露啊哈，大概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。这个有一点困难啦，吼，就是因为玉露啊，那是28度超过的时阵，你该安怎种呢？吼，就是你再怎么种，吼，再怎么种，它还是有一个硬壳，以迄个秋的 QQ， 吼，啊，所以这有两种情形，就是讲，那是平平拢伫昆林嘉义这边的一个这个玉露啊来讲，吼，这可能就是伊的一个。地头拢会较舒张吼，第一是温度的关系吼，温度较适合过来就是讲啊，真济因为阮无去甲用这个矮化剂，也是讲伊控制到真好势，所以迄地头是会伊会垫开吼。啊，你也是讲玉露啊，安尼 QQ 吼，这种呢，这多数呢，这是含迄有关啦吼，就讲含迄个啊，伊可能是栽的时阵，也是讲你灌的这个物件内底有用到这个矮化剂吼啊，所以会有这个问题，这是其中一个。好，搁一个是即个温度较悬的时阵，伊个地头拢袂开开吼，所以即个大概是安尼。搁一个就是讲即个颜色吼，颜色较红哩啊，屏东顶的即个地头短短啊，红袂透吼啊，这种呢，这应该是含即个激素这种物件是无啥物款的即个关系啦吼啊，即多数其实伫即马多数的人啊，真无爱去用即个物件吼。啊，唔过是安怎会发生这种的一个现象，然后这最主要这原因吼，最主要的原因呢，还是在于气温吼，屏东应该是较热吼，稍微热了一点点哈，应该迄个地头的这个部分大概是安尼吼，所以我的建议啦吼，那是讲即阵啊，你要过这种情形吼，因为即马温度正常了，应该是会舒张吼，所以那无去过度的这个喝水，因为你听伫泰宝，还是讲像啊，即、這个咱昆林嘉义这边遮啦吼，因为即马目前上集中的应该是泰宝，吼，就是讲大概种这个东西最集中吼，应该是嘉义的即个泰宝啊、绿草、破柱吼啊、即、這个六卡吼，大概新港吼，大概即个位啊遮啊，即个范围内底咧种呢啊，因为即马来温度拢降落来，温度降落来了，伊迄个地头理论上是会垫开，但是因头啊咧慢有诶人。嘛是因为用矮化剂吼，惊迄个结晶，所以迄个地头买小花根梗吼，这大致上是完吼，这种诶这原因啦吼，所以这应该是含即个有关吼，就讲你用矮化剂，啊用矮化剂有啥啊？变工作啊时阵，咱要做果，咱来染一撮薄激素，伊较袂灯泡型吼，迄个个吼较袂遐明显诶一个灯泡型，所以。小卡幼者啊，伊个对灯条对会较会晓安尼吼，所以这大致上是安尼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你迄使用的佐果剂也当检讨者，因为有可能即内底南部咧用的吼，真侪拢会染一点啊24D啊。咱即马有一个观察，唔知对唔对啦，吼，这样不唔知就讲我咧摇吼，因为伊迄啥物物件伊也未甲咱讲吼，所以呢。就无即个情形，但是我发现讲伊迄真容易吼，可能染因为。南部迄个温度较悬，伊变色变较袂过来，所以必须要染一撮二树底啊，会较容易变色。所以二树底啊染落迄个地头底，较容易 QQ 吼。啊，佫一个就是讲即个水分吼，水分的一个即个管理吼。你听家己这边咧讲话，即个是即个水吼啊，那许开始咧慢，阮都拢唔敢压水啊，是拢唔敢灌水啊，是安怎吼？是啊，唔免灌水，你讲边啊吸过来，迄个水有时啊，你得爱佫佮抽掉吼。所以这是无同款啊，但是咱即伫。昆林嘉义这边，这时阵的寒人吼，伊感觉必须要这水分真少啊，伊也无啥物蒸散作用吼，干那靠早没落水呢，有当时啊，迄个水分就拢差不多要有够啊，吼，所以并无这个饮水的这问题吼，真的没有这部分的需求吼，啊，所以有可能讲一个月啊，甚至许足久吼，上十天拢无饮水，迄拢足正常的，半个月走一遍水嘛，拢正正常啊，但是冰冻热吼。只要一热的时候，伊个温度悬吼，所以就较容易有这问题。而且露天栽培，伊本来即个风头蒸散作用较强，所以伊个地头的 QQ 还是正常的。所以这物件吼，只要那种地露天吼，
迄、那个地头拢袂水啦，吼、哦，这边讲地头要顶较足水的这吼、個，我倒是很少看到吼，除、哦、非特特殊的这個天气的这個情形之下，啊，无一般来讲真少看到讲地头顶了真水的吼、哦，所以这部分呢，你也当放心啦吼、哦，反正这应该是含啊，最主要是环境的这关系吼、哦，这屏东要种这种。这个小番茄尤其哈、哦，这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哈、哦，所以这天气也直接影响哦。啊，你也当个俩看买啊者哈啊，我个人认为讲卖伤早种哈，卖伤早种，可能伫这个11月哈、哦，11月过较种啊，你也当办的时间较短哈、哦。啊，我顶多是建议讲，那是要种这个小番茄来讲，你不如卖种这个玉露啊，因为玉露啊是无限生长型哈，伫、哦、咱较弱的这个所在呢，尽量适当种。这个像，大陆讲叫做迁徙啦哈，咱台湾这边呢，类似像秀露啊这种哦，类似这种半甜心的一个一、这个啊、这种番茄啊，伊迄产量足集中诶哈、哦、啊，所以你也是讲会当伫。咱伫迄个中间吼、哦，生活伊很集中，啊，集中互伊即个采收吼，安尼拄啊好种伫迄个时间点内底，啊，伊即个物件佫有一个好处啦吼、哦，就是讲我个人诶看法吼，伊、哦、即个品种有一个足大诶一个优势啊吼，就是讲因为伊粉果吼、哦，所以认会出来，啊皮嘛真薄啊吼、哦，啊。这个玉露也是真甜吼，啊，这秀露啊吼，嘛未讲未甜啦吼，所以咱较慢种咧安尼吼，啊，伊迄个半甜心，啊，伊个时间吼，真集中吼，啊，咱做伙一边来改收收的，拄啊好伫上界温度上界适合的这个年景，这只只，这个时间你含玉露啊，小独一下吼，独袂输人啦吼，就是讲伊这个品质那独袂输，吼，当然你那是。拄到即个较烧热是安怎吼？哇，这袂甜吼，这是做安那就足食辣的。啊，但是咱也是迄个时间了好势，啊，伫寒人之家食，其实这嘛袂歹吼。较早阮咧种的时阵呢，这嘛是含玉露啊，袂平济钱啊，也无袂较少钱啊吼。啊，而且伊就是讲产量集中，即、這个是价钱啊。当然伫温室内底佫较好照顾，但是伫外口呢，我个人也是认为讲，像即种半甜心的来种吼，应该是可以去考虑的对象吼。啊，你也是讲去追求要从即、這个泰伯这边的这個其实是跟不上。咱讲实在哦，这有时候这几个品种吼，这真正是老天爷留口饭吃了吼。所以云林嘉义这边的这个温馨呢，就是因为有这种品种吼，所以种甘麦蜜吼。但是呢，你甲看哦，再往南吼，台南其实嘛，足够种甘麦蜜啊，专台湾吼，这个番茄发源地。应该是为台南开始的这个大面积咧种的这种加工番茄，啥物拢是伫台南吼，慢慢嘉义、云林这边，当然即马集中就是嘉义嘅。台南这边的这个玉露啊，各含有比起来，就还是又有一点差距啊。比如讲到彰化吼，彰化还可以哦，吼，佮台中去苗栗啦、宜兰啦吼，因个种的这种物件吼，因为伊迄日照的佮较比咱云林嘉义这边佮较少，就不行。啊，屏东那边不是讲日照不行，屏东那边是温度较高，所以伊会当办的迄个时间较短吼，所以有时咱是不是会当小考虑者安尼啦吼？因为这个大概这个是足大一个这个差别，这不是你拄到的困扰啦吼。即马到差不多4-5月啊，遐时阵吼，伫嘉义这边、云林这边，遐地头嘛是翘起来呀。啊，迄、那个线嘛是登未过啊，吼，这转色三号都咧转色三号咧，吼，嘛是往那登无啥会过吼。伫迄个伤过头，当然有喷比无喷好真济啦，吼，但是迄个颜色上，就是无啊多比啦，吼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有时啊不要太苛求自己哈。所以这主要是环境是上大一个这个因素，最后你小了解者哈。好，来63386016338601，来。我们接着再来往下继续看哈，过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。来，听友问一下哈，蓝阿宝老师，这是老师，你看一下那个，就是我们听友哈，肖恩问讲哈，矿物油会当加白将军到底使用未？会当加哈这种阿宝顶的农药到底使用未？目前这物件做伙用哦，大致上这两项这。白将军我唔捌用过吼，所以唔捌配合去用啦吼，所以但是黑将军捌做伙用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黑将军会当用。
白将军应该当用了哈、哦，所以底家来讲，你可能是当配合着哈、哦，搭配去用，他们矿物油这位用，这是无啥要紧哈、哦。啊，当然南极说啊，这阿巴丁哦，这物件呢，这个含农药哈、哦、啊，做回来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哈、哦，这都有南鬼哈、哦、啊，只是讲你咧用这个阿巴丁的时阵哈、哦，因为这个阿巴丁呢啊，伊是一个这个。算多数咱咧用的时阵啦吼，大概咱用的拢是乳剂较济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那是讲伫这方面你稍注意者吼，迄、那个浓度吼，迄、那个浓度呢，啊，应该爱稍啊稍注意者之类许吼，算。应该要注意的一个这使用，但是讲卖超过相当吼，那照这合理的这使用的时候，合理的这使用的时阵，也不会吼，那只是讲有的人呢啊，倒算量唔对起吼，这2000倍啊，你改用200倍啊，这有可能哦吼，这有可能会去啊，一般伊是拢是量济较济吼，咱市面上咱咧看到这阿巴丁咧多数咱是拢。啊，伫乳剂的姐姐型，它爱啉这阿里个蓝这个矿物油吼，所以伊迄个油性会较重啦吼，所以咱可能爱稍注意者吼。啊，2000倍吼，啊，这个啊，该去注意的姐姐所在稍注意者吼，但基本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姐姐的效果伫咧吼，所以这底价提供给你做参考哈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你也当做回来用哈。嗯嗯，好，来过来是咱听友吼，问问阿巴老师。来看了一个消的问题呢，我们再来看哈、哦、这个木瓜，哎，它这个木瓜是不是跟咱长哦，咱另外一个发哥们的这木瓜问题有点点类似，伊嘛是讲是不是不一样的人，嗯、但是它的图片老师今天看诶也是叶片黄黄的，啊，伊嘛是呆龙里吼，会不会是同样的状况？对，即有一点点啊，无啥共款吼，就是讲，伊个有安尼小花黄，但是伊这看起来袂讲。没有光泽啦吼，但咱一般来讲，就是这个红蜘蛛当然是啊，迄天咱拄到的这个问题是伊迄看起来定点红红吼，啊那个大致上是较无迄个光彩，所以这一般来讲就是讲最主要吼，最主要呢啊爱稍注意者吼，啊这个伫迄个吼。因为伊这要够有一点啊更新更新，其实这应该是我那我个人的推断，然后这可能有一个这个啊，这应该是白粉病哈、哦，这地点啊，即阵啊，这伊黄点黄点哈，啊，这应该是白粉哈、哦，所以你个病过来以后后边面看，伊是不是安尼？这是初期哈，拄、哦、到这个啊，拄到许个时阵，所以你个一块下骹许啊，那黄条的吼，小算较通风吼，甲蓝龟许啊性格吼，因为。伫白粉来讲吼，白粉不一定是白吼，恁真侪凶啊白粉白，因等你甲看到白的时阵吼，迄条无讲该好势啊吼，迄应该是足足食力的吼，所以啊一般来讲，那是讲伊伫即个叶啊吼来初期是黄色的即个斑点啊，叶后表面甚至有来了有看小花啊，等拄开始是白白啊来到即、這个，因为你正搞转过叶啊吼，所以小花有冻掉，但是爱个注意吼，这是一个白粉病吼，这白粉病，因为这叶啊叶叶缘更起来，甚至叶啊根草微大吼，我是为即个所在来判断，这应该是啊即、這个白粉病吼。白粉病来改引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、部分吼，所以这要注意者吼，这尤其木瓜仔啊吼，生长的时阵啊，掉掉开始落叶啊吼，啊就剩一个心尾底啊，那样样安尼吼，啊无啥物叶啊，顶无啥会开啊，这影响到这个开花结果啊，伫各管顶完了有这种情形吼，啊尤其每一年吼，大概的如打霜的这个时阵吼，咱咧讲白粉拢是爱较打霜小块，打霜的这季节就较容易来改这发生吼，啊伊伫个清明过了呢，开始春雨绵绵了，来即马四月吼，即清明过了就无啥物款的解决问题啊吼，迄、那个经营啊，即上严重哩啥物时阵，拄好开春吼，开春了一直到三月，即只只就是讲伊个凉凉啊，有时啊，做啦，但是即雨拢无真济，一点点啊湿度安尼哩，啊过一阵啊打霜打霜，啊即马那是有即问题就足严重个安尼，好，所以即通常就是。啊，爱稍注意者，因为这热人较袂啦吼，寒人都拢会有这种的一个问题吼，所以啊，最好你稍注意啊。这种喷这个药啊，当然有效吼，白粉的药啊，啊，什么免耐得这类的吼，还是讲这有真济这个白粉药啊，通好用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矿物油吼，就寒人这阵呢，用这个精炼矿物油来用吼，啊，这。为什么要用这种精炼过这个矿物油吼？这当然，伫英语叫做 narrow range oil， 但是迄三字已经用错吼，甲英文直接翻作中文用注册是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。
对咱袂使讲迄个物件，好，这听众朋友应该了解。啊，但是伊迄个物件，这种 narrow range oil 就是咱咧用的吼，咱一般咧用的一个伫国外有的是叫做啊，咱即马就是直接改翻译做精炼过的矿物油，哦，等于讲伊迄个硅磺化值较悬的这种，哦，啊，这来喷这个白粉吼，这效果袂歹哈。啊，所以你白粉变的是反面哈，等于讲你尤其迄个反面吼，伊迄物件拢了解的，哦，所以你。哦，尽量在这个背面上，哦，背面的背后背面哦，啊，你尽量去改装哦，要将来你定爱贵吼，就讲啊，你讲效果无啊，是安怎你抓袂到啦，等等吼，啊，迄拢是理由吼，迄真正的这个物件就是背面吼，啊油啊小轮一下吼，卖定高机吼，你也是讲加啊固定要转迄几项油啊吼，啊迄惨嘛吼，迄绝对是这个吼，啊效果无好，你像用这个平克做普克力啊之类的这呢这個，都还可以啦吼，啊这大概咱伫使用上啊你小注意一下吼，小注意一下呢，啊一寡这个矿物油的这个乳剂吼，这啊反正可能就是讲97%以上吼，弱人。就冻袂掉，但是寒人97%以上，但是即马咱有较好诶物件，能够去追求99%超过，咱为虾米无爱去用这物件？吼，所以你大概就用这个就可以有这个效果。哎，当用到200倍吼，伫啊瓜内底会堪要互你转到200倍。我是拢建议讲，无一定爱遐重吼，无一定爱重，你当加一点仔油啊落去转吼，即起来啊，比如讲南极刷变耐得，还是讲克热症即种啊，南极点油济吼。啊油啊卖抓重，安尼起来呢，都一定效果。啊，这已经有应该是有抓过油啊吼，只是讲迄个并有些控制掉咧，无即应该伊油啊已经经验然后业员诶操诶时阵得数拢一啊白，过来你就会看到白粉啊，一包时，迄传染的足紧诶，啊咱尽量卖互伊出现迄种白粉吼，啊所以你爱知影者，这是一个白粉病吼，这白粉病啊就注意安尼吼，啊较紧来解决处理，啊这连续大概2到3次吼，两边即阵啊，因为即阵是好发时期吧吼，所以两边可能是无法度解决啦吼，啊咱会当固定诶一个时间吼，比如讲咱咧转即种，就知影讲即阵时间就容易着即种病，咱咧转药诶时阵，比如讲已经有着啊嘛吼，啊所以咱先甲转，啊转落了，因为寒人哦，毋免遐食转药啊，所以转落了你过一礼拜，搁甲转一遍，诶、欸、你看伊啊拢无像白粉起来，啊，迄、那个病斑嘛，拢无扩大，对无？哦，安尼是毋是表示互人控制掉咧？过来，咱着过10天，较搁甲转一届。啊，10天搁转一届，因为即咱拢无看到伊即个病斑继续扩大，咱过来搁浪15，搁甲转一届，安尼即个时间就已经过去啊，着互咱家己控制掉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转药也毋是转济着赢啦吼，但是就是讲啊，伊即个时间吼，你上面每隔10天一次吼、哦，这。袂使照安尼做啦，你若照安尼做吼，迄真正会死人吼。若是严重诶时阵，可能就是5天、7天吼，因为天气恁无得落来袂使，所以咱即马先甲压下来，压下来以后，咱就开始慢慢，啊，甲即个药就甲拖开，哦，就给它拖，迄、那个时间就拖开。哦，伊建议讲10天，毋免咱甚至15天来转一届，因为咱拢甲控制掉咧啊。哦，所以这随时看天气的一个这个变化，跟咱横林的一个啊，这种情形，话讲我都一礼拜甲转一届，啊，迄倒啦，吼、哦，迄有嘛一礼拜转一届，迄有时啊吼，正常的呢，啊，拢看办完啊办未少啊，探讨哦，因为算算的也无偌济钱，第二落地啊底，那是安尼倒一点啊，较麻烦小寡哈。嗯哼，好，来6338601，6338601，老师再来看一下张二环的问题哈。张二环就讲伊讲做产地哦，伊是伫个白河种露天的这甘麦蜜，啊，但因为产的是讲做的，租约一直到过了这6月份，请问甘麦蜜结束了，敢会当哈种什么款的作物去填补这一段空档时间？已经卖去考虑讲菜刀或者是扁刀之类的，敢会用的？爱注意什么款的代志？即嘛，目前你也是讲做到6月对，做到6月你要准备予人嘛吼，所以我是感觉即个中间你种甘麦蜜，种甘麦蜜结束的时阵，我是毋知是大粒的还是细粒的吼。比如讲你大粒的，若较早结束，或许还有可能吼，会当种一水，但是即水的即个豆啊吼不好了吼，就是讲菜豆、扁豆，尤其菜豆是。
不太可能的啦吼，冰岛啊。你爱种迄种袂趴、较袂趴顶的吼，唔是较唔是慢性诶，迄、那个癌性诶，即种菜豆这都是免倒这吼，这要搁会当或许有一点考虑，但是产量不好，因为迄阵五月来咱得作热吼，所以免倒啊解散量啊无讲介好啦吼，所以我是感觉讲伫家呢可能你会当去考虑种像即个刺瓜啊即种吼，跟它拼看看吼，种一水较早诶即个刺瓜啊，啊种刺瓜啊你用大苗吼，比如讲即、这个感觉要特别耍，你咧整理的时阵，你过下诶，即个因为伊寒人去栽啊，咧大足慢诶嘛，对无？所以你爱先育苗吼，你准感觉要开始准备特别肥啊吼，你得爱开始育苗。所以因为你六月要行人嘛吼，所以六月六月是六月，咱甲假设是即六月底啦吼，甲六月底，六月底你要行人诶时阵，你是毋是六月底吼、哦、五月吼？哦四月、三月，你三月就爱百二工嘛吼，你去上班你，因为寒人伊咧大较慢吼，所以你上班伫三月伊只只就爱啊买啊只，因为下开户型人吼，所以你伫这个时阵你得准备要落去种，啊你三月还是只直接种伫外口足寒诶，对无？足寒诶时阵吼，啊伊迄个刺瓜啊咧大即速度足慢诶啦。哦，卜啊嘛是同款，卜啊嘛是你会当去考虑的一个啊其中一个吼，但是我是感觉刺瓜啊，你那变大吼，啊但是因为这有时间的压力，所以你啊二月底上班即阵吼，你甲点子吼啊甲吹起来，即、啊這个仔啊吼起来，可以另外卖直接落去园地，你可以用较大空的咧吼，啊伫迄个内底咧可以。算甲伊用一个小隧道迄种吼，去甲伊种栽啊，种大苗啊，大苗了，咱即马感觉要起来了，甲三月即只只拢准备好啊吼，三月只你甲伊种落，啊，迄阵种落呢，常常拄着哈，常常拄着，因为冰岛提早落雨啊，是安怎因着下课啊，你会拄啊好拄出来，所以你即马那是三月迄阵种，四月底五月即只只吼。五月即梅雨季节时阵吼，就慢会掉吼。啊，迄阵当然无好顾吼。我讲的，这绝对是无好顾的吼。那好顾就唔免算啊吼。好顾人就足够种的吼。所以会当下面变看卖啊。啊，即水通常是有啊。你啊闽岛啊，我是感觉伊的产量可能会较低吼，甚至有较耐热的，尤其是白河之下。即你啊讲台中，你。提供你讲你种闽岛啊，本来甲你感觉讲不错吼，感觉要特别费啊，但是你袂当讲啊，感觉要费啊，进前你着先去甲寄伫迄个园地吼，迄阵病害、虫害啥物拢足侪，你甲寄住遐吼，迄仔啊拢唔正惊吼，所以应该是爱另外去囥伫边啊吼，找一个所在会当较空旷迄个型吼，算有一个顶道啦，是啥物款啊？咱做一个小隧道，较袂透风啊，有法度照到日的这所在呢，啊甲仔啊。用大苗吼，就是讲正常咱咧种105公斤的嘛，吼，还是有诶用72公斤的。你会当去摕人咧种苦瓜32公斤的，啊，甲种我较大丛，所以伊起来可能就已经四片叶啊，对无？四五片叶啊，甚至要种的时阵拢六片叶啊。日本咧种这个洋香瓜，拢用这种的这个方式，甚至因咧种甘麦片拢种大苗，因迄个仔啊来的时阵，拢已经看到第一穗果，就是讲伊第一穗花啦吼。伊迄个甘麦片呢？仔啊，到因的手的时阵，到农民的手的时阵，拢已经有看到一个花已经出来，已经有看到一个花出来，啊，大丛，所以因迄种用啊，迄种三寸盆吼，足大吼，你将大间，啊，伊一个雪盘啊，正规啊，长伫管顶，爱直接到家去啊，先伫温室内底，啊，为啥物啊？较寒。啊，咱这边是因为你要爱做的原因，是因为你要争取迄个时间，到时准备行人吼，啊，这尽量爱遵守迄个时间吼，因为人可能有新的安排吼，所以咱也是有法度足准时安尼交予人的时阵吼，啊，讲整理理又好势，看迄阵安怎拼嘛吼，啊，咱该捡的捡也好势，后摆要去租地的时阵吼，人足欢迎你啊，这个好卡，人定讲你啊要开嘴，有时啊你要开嘴，人就讲无我租你咯安尼吼，所以这都开始咧做的时阵吼，讲租地这个型吼，啊，这种习惯爱养成，人啊。拖嘞散嘞，你讲，买啦，你个话硬贵讲，你若要讲硬，你若要讲硬贵讲啊，吼，你爱一个月前就讲讲啊，哦，因为有可能安排要布产，要种其他的这个物件，对无？你爱一个月前，还是讲过半月前，你如早讲讲，如果讲可能会硬贵讲啊，你讲，啊，我租金照甲你付，啊，我可你和我硬贵讲啊，啊，
你讲先讲讲，人靠我都去瞧瞧。啊，当然尽量卖有这种代志发生。即从公家咧做的时阵吼，啊，我拢是也有当下一点吼咧发钱吼，也是很多事情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吼，所以啊，这可能。无啥共款啦吼，所以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，即大概咱爱小做一个调整吼，即基本上是爱即情形，即提供予你做参考哈。嗯哼，好，来6338601，来接着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杨传燕玛吉卡哈714，伊问的即嘛是有关咱小番茄的问题哈。伊即讲到伊的小番茄，老师你有看到这个图片嘛哈？伊讲果实都是圆圆的，啊有喷吼 GA3 1500倍，但是伊个是抽袂长，是即个喷吼，即个薄技术的关系，或者是讲水杯有问题，哦，算讲在这个肥水比例有问题。这个我就不太了解哈。你也讲小花圆圆，这是感觉比正常诶，一个。有如啊，当然小花长长啦吼，当然你也是讲迄个形无正常来讲吼，这可能你会当，因为迄有可能含左果肌有关，所以咱以左果起来通常迄个形诶较无遐水，所以咱会去甲喷染一撮啊 GA3 啊小个 Q 者安尼吼，啊唔免去长啦吼，所以你有可能你讲这是毋是 GA3 有问题吼？我感觉讲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啦吼，所以这有当时啊这种 GA3 安尼吼，你得。这个物件吼，这种物件袂使晒日吼，所以伊见吼即见光时，所以 GA3 你若是泡伫水底，你混诶通连伫落啊底，用透明诶落啊底咧吼，其实那个时候也会有伤害，但是你溶水若见光呢，伊个物件就容易被破坏掉诶吼，所以你也是讲要用，比如讲你用诶即种吼，即。在咱咧应用的时阵吼，你另外注意着吼，大概这个部分。啊，当然你这1500倍，我唔知道你摕到的是虾米款物件吼，就是讲迄浓度是虾米款，啊，去改用1500倍啊，算看嘛。有当时啊，就是讲稍微再给它多一点，有法多留啊，较幼较长些款，因为市场上还是会愿意去接受吼，愿意接受比较舒舒啦啦。是咁样讲，这个有呢。伫遮来看起来吼，会当互伊小做者参考啦吼。就是讲，我感觉讲，即个真济吼，有当时是第一，就是讲，即个浓度啦吼，浓度啊，浓度呢，这是一个最重要即个所在吼。就讲你即使用的迄个浓度吼，你用的浓度是最重要的吼。啊，到底咱摕到迄个物件是啥物款？因为市面上足济嘛吼，所以你讲啊，1500倍啊，伊是啥物物件？你泡1500倍，因为咱咧用大概就是10到15个 ppm 吼，10到15啦，上济袂超过30吼，30个 ppm 吼啊，所以这个物件咧应用的是 ppm， 就是百万分之一，100万分之5。100万分之10，100万分之15，100万分之30，吼，这样叫做 ppm。因为迄，伫咱咧使用的时阵，通常咱是爱注意这个浓度。啊，市面上其实有足侪种产品吼，所以，我相信啦吼，多数咱买到的吼，多数咱买到的拢，因为伫台湾这个物件是登记伫这个农药啦吼，就是讲它登记在农药，啊，迄个销量又很少，你知影无？所以足侪人无愿意去登记啦，啥物人要开迄钱登记落300万，对无？这个两三较早，即马可能较俗一丝啦吼，但是伊嘛是一条钱，你讲我，讲我都赚遐转来吼，有时啊连登记费你都无。某个你都卖无遐个啦吼，你都卖无100多万吼，所以都是拢无。因为这种物件目前来讲吼，这个真侪拢讲日本进口的吼，但那也是啦吼，反正就大多数日本进口嘛是中国大陆做的吼，只是讲有一寡像这个 GA3 可能伫中国大陆去，日本伫中国大陆进口了的时阵，伊去改。因上大的这个技术就是佮伊提纯吼，就讲互伊变足悬的一个这个纯度，哦，按去探这个啊，伊无爱去做，无爱去开工去做迄种个物件，伊就是讲人做好的97%对无，你佮提，还是讲可能佮人95%呢，伊佮提纯吼，佮伊个纯度提升啊，97%变99%，变99.99%，变四药等级的时阵呢。这是差几啊百倍一个价值啦。啊，咱农业咧用的时阵，有必要到迄个物件，我是
打一个问号了哈，所以通常就是讲伫啊咧使用上，当然做试验伊是爱足准的哈，啊，但是咱伫农业上，咱或许不需要到那么多，所以真侪人其实啊，反正就这么一回事的哈，可能是安尼，所以啊，这个应用的时阵哈，就是讲你要先看一下的，拄只报告你讲的吼，10到15个这个 ppm 哈，10到15个 ppm， 这个物件到底是这个。上面看那些之类的啊，啊，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通常，伫这个草莓，然后咱即卖是讲先讲草莓哈，草莓，咧用这个薄基素的是讲好伊这个花梗哈，伊花果会幼长，啊，伊花果幼长了哈，啊，较袂磕磕做花，所以通常果会较会大了较好势，正讲因有迄个生长迄个空间唔吼，啊，所以因咧大的大了较好势安尼吼，所以这通常伫草莓内底是啊用真济即个 GA 三啦吼，就是讲伊会去用足真济，会去用 GA 三，唔是讲 GA 三喷真济，啊，伊也无可能喷真济即个 GA 三吼。啊，咱伫甘麦内底就是讲迄、那个同款，就是讲我甲即个花果甲幼果等，爱果有时爱幼等，并讲较早咱咧种焦乳啊时阵吼，咱咧种焦乳啊时阵，伊个尻川底迄只遐会怎？伊个反应吼，最明显嘞，伊尻川底迄个尖吼，迄支刺怎走出来？伊本来伊在哪淘汰人嘞？你无甲钻伊尻川嘛一支刺啊吼，但是那是甲钻落了，迄支刺会走较长，所以即摆有诶就讲迄是激素啦，迄喷激素诶，迄袂加食啊，其实。GA 三吼，那个一点点的作用吼，啊，真的也没有那么可怕哈。啊，所以你需要注意一下。但是这物件就是讲，伫咱咧用的时阵吼，大概啊，伊的一个这个安全性足悬的啦吼，这个啊，真的没有那么的麻烦哈。还是讲，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吼，这物件一定袂使去拍击的吼。所以啊，伫伊迄时候吼。水溶液是足袂稳定的吼，所以咱一般拢是爱低温储存吼，比如讲，改冰起来吼，冰冻迄个冰箱，还是讲分较济罐，啊，你甲分较细罐，啊，细罐摕来用，啊，用一寡，啊，就较个为冰箱去倒一寡过来安尼，吼，所以这通常是啊，有这款的这情形，吼，所以这多数是这款的这啊处理的这方式，啊，这互你小了解者吼，就是讲确实有可能是啊效果较无遐好吼，啊这啊小调整。定起来吼，有可能是浓度无够，有可能是这个啊，也有可能啦吼，有可能反正这两种的一个可能性啦吼，啊浓度无够，啊那无就是这个简单讲就是讲伊已经失效吼，这个大概会有这样的吼。啊，市面上摕到应该是这个2%吼，2%吼，多数咱咧应用，佮有一种片啊吼，这个片剂的这呢，啊，这种坑开固吼，这种坑开固吼，这2%吼，啊，有一种20%的片啊吼，啊，这咧用坑开固啊，但是就是讲，坑开固嘛，卖坑伤固啦吼，这要注意这个有效期吼，啊，所以这互你小注意一下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你可以再拉高一点点迄、那个，比如讲你用的。是标准的这种水溶液的一个这个类型哈、啊、所以呢应该那是2%的是0.02嘛哈，这0.02的2%，啊你个改泡1500杯，所以你个滴1500哈，因为稀释1500杯的时阵，安尼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差不多哈，这个大概在10个 ppm 哈，啊，所以十多一点点，所以一旦较关节术术啊，不要紧啊。人工利用1500杯，啊，你个改加节术术啦，哈，变做卖用较1500，利用1200，好，稍微再给它，还是讲啊，感官这个倍数，但是你加个望一遍，好，买啊，这卖。卖规个中药的针对那个位置哦，比如讲你抓落了，你当个特别个改，底迄抓上班是不好的吼，所以还是要注意者。你若讲你讲做大粒的，还来抓不好，细粒啊，迄阵拄雕过迄下吼，小卡抓者有一点点效果啊、哦。这小你小知影者，这有时还是不得已哈，市面上的这个关系哈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这个情形，而且提供我哩做参考。不过我是感觉讲你个阴型，你个果型哈。这个果型是标准的哈，以前我个人非常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哈啊。至于那灯泡型的时阵是左果剂造型，咱小喷一下，甲幼果就好起啊哈。啊，这青果这只真有个机会，开始咧灯型就无机会啊哈。好，来老师来看一下哈，吴志鹏的问题哈。
咱吴志鹏呢，即问放射线菌哦，放射线菌呢是要用伫即白菜头、红地蒜头，更有效果。有效哦，啊，但是未有。哦，出现个未有效啊，未有啊，因为你要种即个白萝卜的时阵吼，迄细长你得爱先穿咧蛋里啊，你唔通等。等到讲惊即个蒜头，啊，无你得爱先真细长的时阵，你得爱先做处理，因为即、這个放线菌吼、哦，放线菌是因为放线菌是处理咱的蒜头的长，吼、哦、线虫的卵，啊，伊落去爱搁伫即土壤内底够一段时间，啊，去开疆辟土，啊，把这蒜头的两个剁掉。迄阵有当时啊，蒜头就甲你剪落啊，你就袂赴啊，吼。所以咱一般来讲，吼，一般来讲就是讲，伫要种的时阵，咱就会先之前就会先做一下这個处理啊。当然，你也是讲啊，我都袂使，我都无用农药，你干要叫我用农药，吼。比如讲，咱都种这个有机栽培，啊，有机栽培你只好就走这样的路嘛，吼。所以这是啊，无虾米其那是无其他选择的时阵啊，你只有的、就是。克制啊，那就其他选择哈，应该是爱属身型改伊啊，给他做好哈，那做好势安尼哈啊。那如烧热的时阵哈，因为这种伊的迄个线虫哈，大概25度到30度是伊足活要土温哈，土壤温度起码这个时间内底通常是较无热哈。较无遐严重哦，这个时阵较无遐严重，一般是啥物时阵会较严重？比如讲咱菜头种。过年前，吼，过年前，即水的吼，即就较容易吼，因为阵温度有时啊，咱种的温度要阁关关啊嘛，吼，啊，温度关关的时阵，你的蒜头就容易去加起来吼，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即、這个蒜头对菜头来讲，当然吼，对，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问题啦，吼，就是讲对根瘤线虫来讲，吼，对。伊对伫内底原来危害，也啊也结瘤啊是安怎吼，所以有当时啊也嘛是真也冷啦。最主要就是讲啊，拄着许困中岛吼，迄通常是热人去追吼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啊，你与其干那去看这个蒜头的这個问题，你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蒜头加什么物件？蒜头加迄乌骨啊，吼，这乌骨啊呢，更加是咱种菜头的时阵吼，上讨厌的一个这所在吼，所以迄阵你来钓这个，会钓蒜头，通常会钓乌骨啊，吼，啊，乌骨啊是袂死啦，吼，这若钓这个蒜头较严重，会冷的，无产量的，这个就足歹。但是乌骨啊去我加，乌骨啊茎去我加落了的时阵呢，这乌骨啊茎去加迄个伊根的迄根毛，所以有当时你甲看起安尼，哎呦绕绕吼，甚至组织变老，被加一啊是安怎？啊，即嘛食了较大只蒜头。嗯，这个乌骨仔囝出来了，出世变大只了的时阵呢，啊，伊就过来食这个叶啊，吼，所以这食足困扰，反正这种物件吼就很叶啊，所以一定是爱去做这个，要种这应该是乌骨仔啦，我感觉黄条叶藻吼，你一定爱啊做好好势，所以白单料啊这种吼，袂真袂，你得爱先传咧蛋哩吼。那是培丹加这阿巴丁，哎，你这种物件，这物件做伙咧用的时阵，专门咧治这乌骨仔囝。啊，事实上，咱发现吼，这两行南做的时阵对蒜头嘛好了吼、哦。啊，你先安尼改做处理啊，那是要养地啊，甲灌一撮放线菌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袂记得看唔惊这个问题安尼。我是感觉讲安尼，这个思考的方，这个思路较是对的安尼。吼、哦，唔通干那想到这個，我还是认为蒜头唔是遐严重吼、哦，这可能是这个。啊，我骨啊惊吼，这可能是更加讨厌吼，所以这个互你，这是我这看法啦吼，大家做参考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互你小注意一下，那是讲啊，你要用这个放线菌吼，这大概啊几分地吼，你用可能大概一罐应该是要的啦吼，将近可能一罐，还是讲你啊三分地用两罐吼，大概需要用到这样的个量吼，其实也是一个负担哈，嗯。好，来最后呢，剩那么一丁点时间，咱黄先生住在台南的黄先生，我看他卡几落盖哈。如果黄先生
你有听到问长啊住宅这个问题，刚才也有上山这位黄先生，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，就把这一点时间留给你啊，如果呢宝妹呢不过请阿宝老师、哦、来看到我们其他听友的这个问题。好啦，6338601、哦、我们住台南的黄先生有听到吗？有听到麻烦你、哦、就呼应一下啊，如果呢宝妹够不够、哦这个时间呢留给我们其他的这个听友咯。好了，来我们看哦，他来了哦，终于哎，不是他呢，换人了。好，来，喂，你好，宝妹，哎，你好，老师你好，我人生事情呢、啊，金密芒果正伫开会啊，爱吃什么药啊，这个是什么肥啥子搞的，啊，佫一点哦，台南十一号水池哦，今晚要补啊，爱吃什么肥？多久下一摆咪得肥？小张医师甲我讲者，啊，这玉米树哦，家己情况哟是要去哪买啊？可能阮家咱拢忙无。你住倒位？保险。保险嘛，好，那我待会跟你联络好了，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老师来。来，这个水稻的部分哈、哦，所以有一点点较复杂哈、哦，所以那是伫家哈。不去嫌啦吼，咱即马是讲，比如讲你有叫一寡物件是嘛，不要紧啦吼，宝妹含你联络了，直接就甲即个资料先寄互你吼、嗯。啊，若是讲你看了，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，即内底要怎落肥，咱有互你一个基础的一个即、這个吼。啊，若是因为即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甲你讲甲真完整啦吼，所以咱先用安尼甲伊做一个即个处理吼。水稻其实简单讲吼，就是讲你即马要补，即马要补内底呢，上简单嘞就是卖伤早落肥吼。寒人咧即补的时阵吼，卖伤早落肥，伫会使的即个范围，比如讲补落去几工拢烧热，放互干吼，啊放互干袂要紧吼，啊卖袂浸袂到咧甲淹水，啊放互干会较紧开根。啊那当然拄着寒流来吼，迄、那个12度以下你爱灌水吼，这一定是咱爱安尼去做的。啊，上起码爱10天过要落肥，它来落了吼。比如讲，10天还是2礼拜，看情形。伊若一直拢足寒，心肺拢无振动，你也免落肥，因为阵无啥开筋，你落肥伊也袂食吼，只是甲生起来尔，无迄个必要。所以咱看有心肺有咧振动啊，咱去甲落肥，要落啥物款吼？这一盒啊是讲落即个通常头边，我拢开落硫胺啦吼，头边我拢开落硫胺。这个硫胺啊，差不多是吃半包安尼吼，啊，有当时啊嘛不一定爱半包吼，那、那是家己落的就较少嘞，凊彩去甲休息的啊，咱等于咧讲甲骗的安尼吼，这可能是一个一个啊，过来个过头，那是心肺有咧叮当吼，看过会过2礼拜吼，那是伊开始有动起来，还是天气然后当然若寒，可能会搁较慢，啊，若无就过2礼拜。十天你搁落一遍肥，即阵你就会当上起码半包，有个人一遍会结一包吼、哦。啊，你也是落钓鱼啦吼，那、是落钓鱼啦呢。即、这个卖超过一包，然后一包迄种加，因为一部分会食，一部分未食吼，所以也有即款的差别。所以足侪人会讲伊无肥，所以大概是即款情形吼。啊，即马来的一般阮是2遍离岸卡落。好下吧呢吼，这不一个人，这习惯不啥同款吼，所以咱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，因为落肥含时间有足大的关系吼，就讲、是、唔是算日啦吼，就讲、是、日是一个做参考，最主要是伊的一个温度会影响到伊的生长啊，咱啊这方面需要做一个差别，一个咱就有法度把这问题控制掉嘞，吼、哦，较袂伤过头膨胀，是安怎？只要你先做参考，啊，咱较找一个时间吼，连面那边补偿这段时间来，咱会讲到水稻啊，你这部加减。听阿伯会给你甲你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你差不多听你就知道，因为足侪人会去问到这个问题吼。啊，我感觉讲啊，这拢会当下。啊，那无就是礼拜，咱是不是麻烦宝妹甲这个啊，这部小摆一下是安怎吼？资料先看看吼、哦，这应该是当一份这水稻啊。其他的朋友那边爱嘛是啊，没有问题啦吼、哦。咱啊，电话卡来，免阁寄多遐寄啥物回邮信封啦吼、哦。这寄了遐钱，你一通电话卡，咱就一个资料寄互你安尼哈。这个我还有能力吼、哦、啊，咱这个能力是咱听友互咱的，做侪听众朋友啊，拢寄邮票互咱。
伊讲啊，寄一挂邮票，互恁啊，会当寄予其他的人。所以你收到的时阵，你免感谢神农电台，你爱感谢遐啊默默无闻寄邮票互咱遐人。即有当时啊，我也是感觉讲啊，非常的感动哦。啊，即包面较搁含你联络者，啊，即物件唔知要去对买啊，咱较甲你讲者看安怎处理较方便吼。啊，即、这个金币啦吼。金米啦，即马咧开花是正常诶吼，所以小注意者，因为今年吼可能炭疽病会较严重，因为烧热吼，所以炭疽病乌斑者吼啊，你一定爱来做者即处理啦吼，即详细咱留咧明仔载，甲个甲你补充好好势吼，即大概是安尼。好，金米芒果即代志吼，明仔载呢，我再提醒阿爸老师，阿咱就会听友呢，待会下节目跟你联络。好了，其他吼咱听众呢就要跟你说一声抱歉了哈，尤其黄先生。啊，你也免卡，时间已经没付啊！车班呢，就是明仔再过来报。有任何问题，我们就是一样哈，明天空中见，拜拜。